点音乐。又到了礼拜五的夜晚了，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露露来给我们介绍的好音乐哦。好，今天的听一点音乐 Linda 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哦，就是露露。顺便呢也跟我们借由这些音乐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露露吧。 Hello 露露你好。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Linda 你好。今天露露要带我们听的重点是什么呢？ Education Radio Education Radio The only way to go教育电台。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想我们的露露都会来一首乐曲，让我们来 calm down 一下。OK， 我们连续的伤心两首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比较开心一点了吗？对，这条乐曲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Fabio 他所弹的吉他。嗯嗯，这条叫做 Grooving Night， Grooving Night， 迷人的夜晚。他在瑞士有他很大的乐迷团，嗯，非常大。嗯，在欧洲瑞士有很大乐迷团。嗯，等会可以听到他的吉他，对，弹的实在太好了。我们的露露的表情真的是非常的赞赏他，是因为他看不到，但是我看得到。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很好。好，所以我们就在这一首 Fabio 弹的非常好的吉他的这个 Smooth Jazz 的乐曲哦，Grooving Night 这首乐曲当中呢，再次感谢我们的露露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咯。同时也感谢你这些好朋友。We would like special thank you to our musician friend Manny Valentine from Florida and Fabio from Switzerl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beautiful music. We talk to you soon. Bye bye. 感谢这些好朋友提供了这些好听的乐曲哦，也感谢我们的露露。OK， 好，我们同时也在这首乐曲当中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咯，希望今天所准备的乐曲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个小时。我们下个礼拜一请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点。晚安了，拜拜。